腾飞书院是以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的字而命名的。腾飞书院主要由新型科学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航空航天系、微电子学院、软件学院等4年制的学生、本科生和药学院2年级以上的学生组成的这样一个住宿性的书院。我们通过腾飞科创计划、腾飞专家论坛、腾飞导师沙龙等特色性的活动，努力营造工程技术类学生的学习型的家园。腾飞书院重视学业基础，同时也鼓励学术科研与创新，极力营造科学精神、工程实践的特色文化，为学校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视野、专业素质的领袖人才而努力。开展了学业辅导、腾飞论坛、腾飞科创、腾飞实践、腾飞交流、腾飞奖学金等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努力为学生提供优越的学术环境。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立足于光和电两个基本元素，我们的科研包括智慧医疗、空间遥感、网络通信、微纳系统以及先进照明等，希望有志于从事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同学力主实践创新的发展，展翅腾飞。复旦大学航空航天系目前有2个专业，一个是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还有一个是飞行器设计专业。它主要是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在力学和飞机设计领域里面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的一个高层次的人才，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培养高级人才。复旦大学药学院不仅具有80年的辉煌历史，而且它的药理学和毒理学专业呢，在全国排名第1，全球排名第18。所以欢迎各位同学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面来，也相信你们在这里的学习生活一定会非常有收获。材料科学系有材料物理、材料化学、电子科学技术3个专业。复旦大学的材料学科属世界前1/1000的学科。我们的毕业生在信息、能源、国防等重点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是教育部批准的国家首批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我们主要致力于微电子及相关学科高端人才的培养。计算机学科，在你们看到的所有的学科里面，可能也是最年轻的一个。虽然是很年轻，但是我们在复旦大学也有50多年的历史。我们的毕业生们能够在各行各业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给社会这个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优秀的人才。2005年，复旦大学设立腾飞书院，至今已经有11年的历史。其中，导师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也非常具有特色。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业指导，通过院长午茶会、科技创新计划、师生共善、导师沙龙、导师班级讲座等等形式，为同学提供指导。腾飞书院还聘请了经验丰富的专职导师，每天在16号楼的学生宿舍设立了导师咨询室，为前来咨询的同学答疑解惑。欢迎来到腾飞书院这个大家庭，同学们平时碰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班导师。祝大家在大学的几年中，继续努力，使自己的学业水平、实践能力和创新思想有新的腾飞。祝大家成功！你的名字叹复叹息，温暖在心间。公共空间是腾飞书院重要的组成部分。功能丰富的公共空间，让同学们在书院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公共空间随时欢迎腾飞学子的光临。同学们自主举办了沙龙，一起制作点心，使用新潮的 3D 打印机，看看书或者健健身。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公共空间提供不了的。腾创空间让我们将科创实践、文化传承、师生共享、健康育人等多功能融为一体，给腾飞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乐趣。对于资管会来说，这里就像是一个家，而我们所做的就是让这个家更加的温暖。腾飞书院学生自我管理组织包括资管会、监委会、楼委会，是腾飞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平台。在腾飞书院资管会工作的一年中，我除了积累了许多的工作经验之外，还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工作，吃胖了很多，也走过了很多地方。我们一起参加了许多志愿活动，并且今年暑期的腾飞支教也更加坚定了我做公益的决心。在资管会的一年时间里，我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嘻哈，一起背锅。在实践中，我们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腾飞，我们共同成长。腾飞，我与你同在。腾飞资管会在全体同学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进步着，我们也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着。欢迎大家加入腾飞资管会，希望你们能在这里经历难忘的青春，也认识珍贵的朋友。在腾飞资管会的这3年时间里，我从一名干事到一名部长，再到主席团的一员，我收获了许多，也成长了许多。腾飞，我与你同在。腾飞，我们共同成长。欢迎来到复旦。也许你对这座校园还有点陌生，但我相信你很快会熟悉起来，并在这里变得越来越好。欢迎大家来到复旦大学，成为2018级航空航天班的一员。你们将要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复旦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会成长为更好的自己。美好的现在才刚刚开始，明亮的未来需要大家靠自己的奋斗去定义。希望大家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做一个温暖的人，怀着开放平和的心态，坚定从容地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希望大家在独立自主的同时，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共建一个有温度的技术科学实验班一班。各位新生，欢迎你们来到复旦大学。我希望你们的未来4年能够有意义地度过，不悔成为复旦人。希望各位新复旦人在停步驻足的时候怀揣一份新鲜感，在大步向前的时候怀揣一份责任感，在大格局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复旦，来到技科四班的大家庭。我是大家的辅导员雷导。希望未来的4年里呢，你们能够依然意气风发，学有所获，不负年华。作为你们的辅导员，我会尽我的全力来帮助大家解决自己学业上的困难以及人生上的困惑。那接下来的日子，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微电子学院2018级的辅导员程图展，欢迎大家来到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大学是一个传授知识和保存理想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在复旦4年的生活里，不仅学习到专业知识，更能够在自己的思想和追逐梦想上有所成长，有所收获。希望大家在离开复旦大学之时，能够满怀着专业知识，更能够满怀着对理想的追求与向往，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全人类有担当的人。